房间怎么切，好、哦，等等，好、哦，那这样的方式呢，基本上我高频繁电脑，我就会很容易的操作。机房的业务同仁呢，也可以用这样的系统呢，跟他的客户做个介绍。那大家有看到左边有一个与业务视讯的部分，大家看到吗？好、哦，与业务视讯的部分呢，基本上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用上面的 webcam 让业务同仁带到那个物件去做中介地保，然后我要买房子，我就可以说，哎，你到这个厨房看一下，你到哪里看一下，我可以及时讨论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及时的视讯看屋服务。因为以前我们在房仲业，我们做的是什么录影架，